也可以举手，真的，因为你也可以分享给身旁需要的人，他们传女朋友啊，对呀、啊，姐姐们，对呀、啊。好，那待会我们就进到我们的有奖征答。那如果你会的话，不要害羞，就举起你的手。哎、欸，我们后面的朋友也可以哦。凡是现场的朋友，只要你举手够快，好不好？那走过来帮我们选人，待会。我觉得不行，你一晃回去都会说我不公平。我来问问题，没问题，你选。我选，我选，我选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好，第一题，第一题，我们让拐拐来问。哦，我觉得选一位。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名称是什么？然后数一二三这样子。好哦，大家准备好你们的，我们倒数三秒吗？好，准备好。这次的活动名称是什么？三二一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给你选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人有很多，大家站在后面视野比较好。好，伙伴可以稍微遮一下。好，来的，因为我们现场人很多。好了，我要这样全场扫过去哦。在自家的视野看到，好，再一次哦，我们狗爱帮我们读秒，我来选人，好，三二一，好，这位朋友真的还举蛮快的，这位朋友，而且还举双手，那我们请上台，请上台，我们要上台作答，